这绝对是断刀大赛中最特殊的一场比赛。今天是断刀开播以来首次举办邀请赛，为了更好地举办断刀锦标赛，节目组特意邀请了四个不同工种的顶尖匠人，他们分别是提铁匠、盔甲匠、铁匠和金属雕塑师，四个不同工种齐聚一堂参加比赛。这场比赛将从四个工种中选出一位冠军，最后进行总决赛 PK， 胜者将获得50,000美元的奖金。今天的首批比赛是提铁匠队伍的比拼，这次比赛的阵容强大，包括劳登、波杰、小胡子、海军，他们都具备丰富的工匠经验。今天他们将在断刀的舞台上展示自己的技艺，争夺晋级总决赛的资格。第一轮比赛要求他们使用提铁和铁锉打造一把三枚刀，刀身长度在30到38厘米之间，他们一共有10分钟的设计时间和3小时的锻造时间，祝他们好运。老登计划制作一把露营刀，而波姐也选择了露营刀作为他的比赛项目。海军决定锻造日本切腹刀，而小胡子的选择是暴衣猎刀。设计完成后，他们开始了锻造过程。这次工种锦标赛的奖金提升到了50,000美元，相较之前的10,000美元，奖金大幅提高。然而在小组淘汰赛中获胜的选手将获得晋级名额，但不会有奖金。四名提铁匠面对熟悉的铁材料，游刃有余，锉刀本身的长度已经足够，现在他们只需要稍作修整就能满足要求的长度参数。小胡子准备将提铁拉直，最后放在锉刀的两侧来做三枚。老登现在已经汗流浃背，他的计划更简单，他只需要将一个提铁折叠包住锉刀即可。不要看波姐是女的，可她挥起锤子一点不比男人差，他一锤下去直接将钢都杆散架了，现在他只能重新焊接进行二次锻造。海军要做的是切腹刀，三枚最关键的就是三层钢能否很好的融合，可见他也不是很顺利，出现了巨大的分层。小胡子这边很稳健，他的刀根都已经初具雏形，时间还剩1个小时。波姐量量自己的刀参数有点不达标，最后他进行锤打塑形，当他的刀伸进桶的那一刻，台上的几位都愣住了，那个可是水淬啊，最后刀还掉进了桶底。他用磁铁掉出来一看，还可以勉强凑合，但是钢变脆的几率相对也会增大。最后30分钟，小胡子完成淬火，刀身笔直，效果十分完美。老登紧跟其后得到了一把硬刀，波姐在最后时刻又进行了油淬。比赛结束，现在开始点评四人的提铁三枚刀表现如何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。先是海军的刀，刀身笔直，厚度很厚，但是中间部分出现了裂缝。小胡子的暴衣猎刀很漂亮，锉刀的原本花纹保留的也很完整，除了有点弯曲之外，他的刀并没有缺陷。至于老登的露营刀，能够清楚地看到软钢的刀指数，形状十分美观。波姐的刀型很直，但是她的刀尺寸有点不达标，少了几厘米，所以按规则波姐最后被淘汰。提铁做刀砍马鬃，让我们看看谁能够成功。在本轮他们需要完善刀身，装上刀柄，他们将进行强度和锋利度测试。3小时的比赛时间现在开始，小胡子将刀进行固定打磨，刀根准备上护手，老登切割一块黄铜做防护装置，然后他选了一块米卡塔材料打磨做刀柄。为了增加胶水的粘稠度，他将1095钢粉进行混合，最后他将其涂在材料上进行粘合。小胡子选择的是一块丙烯酸混合物，结构结实，他在上面挖坑可以放置刀根，然后啪的一声，一片直接断了。海军这边的刀柄已经装好了，他开始打磨处理。现在比赛时间到，强度测试马上开始。本期的测试项目是刀坯塑料桶，这全部都跟他们的职业相关。先是老登的刀，这个刀很漂亮呀，测试完毕，刀柄部分很出色，但是刀刃出现了些许的凹痕。然后我们来看小胡子的刀，他的暴衣猎刀也出现了卷刃，刀柄部分有点难控制。最后我们来看海军的刀，他的刀出现了四处的卷刃，然后是锋利度测试，让我们一起来看。先是老登的刀，测试结束，因为强度测试受损导致中间部分有点钝，但是影响不大，刀身还是很锋利的。我们再来看小胡子的刀，小胡子的刀没能全部切断。最后是海军的刀，这下完蛋了。最后经过评委的公平公正的决定，最后海军被淘汰，剩下两人进入决赛。终极挑战是蓝柄太平间之剑，这把太平间之剑在17世纪英国内战期间很受两位保皇党的珍视。这把剑的特点就是有着双刃，两边都有凹槽和毛尖装饰，华丽且精美，
蓝柄包裹着手和手腕，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。规格要求，剑身两侧至少包含一个完整的凹槽、蓝柄护手和圆头，他们有5天时间进行打造，然后回来测试，决定锦标赛名额的归属。祝他俩好运。比赛第一天，老登打算从下往上走，他先把圆头打磨完毕，准备一个轴心鹿角来做剑柄，尺寸完美。小胡子选了一块巨大的钢胚进行锻压，家中的半自动液压机弄起来还挺费劲，今天的进度能够出行就算达标。比赛第三天，老登开门营业，今天将护手部分焊接打造完毕，是时候打磨剑了。话说你这件是啥时候做出来的？第二天直接给我跳过了，啥意思？小胡子这边正在制作护手，刻上精美的图案后，他开始加热敲出凹形，随后他将剑热处理开始淬火，剑身十分完美。比赛第四天，老登家没有那么长的淬火槽，他开来了挖掘机，在槽中倒入油来淬火。老登家中的设备有点简陋，淬火完毕后，他上甲板固定。最后一天，小胡子已经迫不及待地去测试了，最后他拧上圆头护手，大功告成。隔天两人回到比赛现场，将进行最终测试。老登的剑使用了5160钢制成，护手罩是不锈钢，圆头为黄铜打造。小胡子的剑也是5160钢做的，护手和圆头是4140钢制成。接下来进入杀戮测试，狗狗的专场，势不可挡。先是老登的剑，老登的剑在突刺的时候就像在刺黄油一样丝滑，剑柄部分也很舒服。然后我们来看小胡子的剑，小胡子的剑略显笨重，机动性有点欠缺，但是锋利度还是很棒的。然后是强度测试，让我们一起来看。老登的剑经过摧残，最后受到了一些损伤。然后我们来看小胡子的剑，他的剑对盾牌的伤害不如老登，剑身同样出现了损伤。最后是锋利度测试，剑切棉袄沙袋。先是老登的剑，他的剑能够轻易的切开厚皮袄，并流出紫色的大米，做得不错。最后就看小胡子的剑了，小胡子的剑也不差，切口很深，能够完成任务，两把剑都不错，但是冠军只有一个。最后综合决定，老登获得了胜利，小胡子的剑就是太重了，机动性欠缺，不能很好的控制。恭喜老登获得了工种锦标赛的决赛名额，并且有争夺50000美元的机会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。对于本期节目中选手的表现，你感觉怎么样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发表自己的看法。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视频，也欢迎给我留言，关注我，不迷路。这里是16的好奇心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